来，本来上新的消息，又个有新的疫苗要来了，这是卫福部长，但是中今仔一再十点半，向行政院长苏贞昌来报告讲，第疫苗平台所采购的这部分有40万剂的 A 疫苗，今仔晚点三点已经为这荷兰的这阿姆斯特丹来起飞，应该下晡4点就会到台湾，这是大家所收到疫苗要到台湾上新的消息。